既然有约定，我也不想违约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为了保你，我可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，我必须给人家有个交代。陈书记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我承诺了15天，现在还剩8天，咱8天后见，我保证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我也豁出去了。不过，我认为8天之后是你事业的一个分水岭，要么大功告成，要么……我不说了，祝你好运。那好吧，收音机再见。了，检察院韩检察长打来电话，说赵国权被拘留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南大文史学院好几个人揭发赵国权，品德败坏，不但利用权力索取性贿赂包二奶，还利用掌控古遗址发掘经费的权力以权谋私，先后收受贿赂80多万，其中一部分放在博士生王彩玲那里保管。赵国权和王彩玲都已经全部承认，款额也全部查到，已经冻结。你是不想看见我吗？把头抬起来。你现在这样就是为我争光，为浩浩着想吗？离婚吧，这次真的离婚吧，我同意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这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我们的婚姻多存在一天，对你就是多一份伤害。你觉得我现在会离开你吗？现在不要说这些了，你要积极配合他们工作，且一分一毫也不许藏着掖着。浩浩怎么办？他要是知道了，不得伤心死啊！这件事儿能藏得住吗？你知道给浩浩带了多大伤害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你。我求求你了，至少先瞒过眼前这阵子。就说我出差了，再慢慢告诉他，要不然真的会担心死了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芳华，我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浩浩，实在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，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。真的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原来是这么个龌龊的小人。快把我枪毙了，让我去死。你连说死的资格都没有。赵国权，虽然我现在对你彻底的失望，一分一毫的好感都没有，但是我知道你天性是善良的。只是你脚跟不稳，遇见烂泥肯定会摔倒的。我真的挺后悔的，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就没有埋后悔药的，也没有那么多假如。
浩浩，怎么回来也不跟妈妈打声招呼呀？不喜欢妈妈回来呀？我爸呢？你爸啊？你爸去一个古遗址的挖掘现场，过几个礼拜就。别说了，骗我！我都知道了，我爸玩女人，还贪赃受掠，被警察抓到监狱去了。你听谁说的呀？你别管。妈，他们说的是真的，肯定都是骗我的。妈，我爸爸不是那种人，他是个好爸爸，你说呀，妈。妈，你不会又要和爸爸离婚吧？你不要离婚。千万不要离婚，妈，你说呀，妈，爸爸是个好爸爸，还爱我也爱你，只要你们不离婚，你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妈，妈，你们不要离婚，千万不要离婚。听说了，太震撼了！你太有本事了，那么多人啊，你都能从他们眼皮底下给跑了。这对大哥来说小菜一碟儿，核磁共振屁大点个地方，我早都看好了。我那帮子兄弟啊，电源给他一切，剩下的事儿，简单的就跟意义。哎呦，太牛了！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。哎呀，鸡屁股呀，你跟老哥时间长了。你就知道老哥的能耐了。哎，大哥，这话说回来，这童远昭啊，怎么安排你住这么个地方啊？这地方不好吗？这比大玉林头舒服多了。那倒是。长老的意思呀，让我在这儿先躲几天，等风声过去了呢，再让我跟外面联系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鸡屁股，你在里头没有少照顾大哥，大哥一定好好谢谢你。过两天就给你找几个漂亮妞。哎呀，大哥说这干啥？哎，大哥，看我给你带啥好东西。哎呀，你在狱里想都不敢想呀。哎呀，这么多东西啊！啊，有鲫鱼啊，哎，还有你最喜欢的啊，茅台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太牛了啊！哎哎，对了，哥，我忘问你了，你现在身体能扛吗？身体棒得很。哎，你不都尿血了吗？哎呀，我尿血是把手指头咬烂滴到尿里头骗警察的。哎呦，大哥真有你的。等我陪你一起啊。你给我来点儿，哎，这还有皮子呢，大哥。
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是老三。老三，哎，大哥，老三让你在里边受苦了。哦，没事儿。这次你能顺利逃出来，真是不容易啊。谢谢啊，老三。浩浩的情绪咋样？不怎么样，我没让他去学校，直接送我表姐那儿去了。哎，你估计赵国群会判刑吗？他又说呀，只要核实了金额，肯定是免不了的。哎呀，判的越重，对你越不利呀。离婚呢是肯定的了，但是眼下好像不成啊。像是咱们落井下石似的。算了，我也不劝你了，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这种事旁人说什么都不重要。王权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麦刚一开始啊没敢直接问 U 盘，先是用黄平安的口吻呢和他聊天，从郭超贵说起，王权对答如流，跟白天说话是一样的。他说郭超贵和吴瑶琴有了一腿之后呢，吴瑶琴成天要这要那，郭超贵的那点工资啊根本就不够，愁得不行。吕耿呢多次借钱给郭超贵，后来郭超贵的老婆发现郭超贵包二奶，又哭又闹的要离婚，让郭超贵啊净身出户，还让他的孩子跟他断绝关系。郭超贵就动了杀他老婆的心思，他把这事儿和吕耿说了，让吕耿伪造一个现场，就好像他老婆是触电死的。吕耿呢征求了萧林的意见，萧林没同意，这事儿就搁下了。想不到吧，粘人也不得了。麦刚就问在哪儿能找到郭超贵，王圈说只有他知道，郭超贵啊肯定是躲在了五常县的马蹄坡村，那是郭超贵老家的邻村。郭超贵的父亲呢郭栓礼临死的时候告诉郭超贵一个秘密，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了马蹄村的一个姑娘叫翠儿，两个人山盟海誓的，但是后来郭栓礼进城当了警察，吃上了公家饭，他的父亲也就是郭超贵的爷爷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，就为这事儿，翠儿呢非常伤心，喝了农药，人没死，但是呢眼睛瞎了，翠儿一辈子也没结婚。郭栓礼呢觉得非常内疚，临死前啊让郭超贵常去看看翠儿。翠儿是虽然眼睛瞎了，但是手很巧，会做香包什么的。王圈说啊，郭超贵肯定躲在翠儿家里头，这不我让海东他们现在过去看看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吕耿。吕耿一直不离开南石，咱不是奇怪吗？王圈说啊，其实吴瑶琴的那个孩子啊是吕耿的。这个吴瑶琴可真了不得，先勾搭上了郭超贵，后来呢看吕耿有钱，又勾搭上了吕耿，没多长时间呢就怀孕了，又生了个儿子。吕耿一开始啊并不认，但后来发现这孩子啊长得确实像他，就慢慢的给吴瑶琴一些钱。吴瑶琴呢觉得钱不够，就干脆啊把孩子藏起来，威胁吕耿不让吕耿见孩子。王权说啊，吕耿之所以不离开南石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，他想把孩子一起带走。提没提到 U 盘的事？提到了，但王权这小子就是不一般，
死活不说具体地方，说除非肖林本人来要，其他人一概不告诉。麦刚怕王权的酒劲过了真的醒了，就没敢多问。他打算啊，改天再灌王权一次，下次啊，肯定能问出 U 盘在哪儿。没有下一次了，赶紧找一个安全地方把麦刚给藏起来，万一王权有所感觉，麦刚就死定了。王权下手极快，要不萧林怎么那么信任他？可是咱好不容易才……没什么可是的，麦刚的安全才是第一位。线索眼看就要到手，放弃是不是有点可惜了？我们都准备了那么长时间。没什么可惜的，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。咱们能让王权从监狱跑出来，他已经上咱们的套了。我相信他不会这么死待着，肯定有所行动，到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安全才是第一位。好吧。局长，看守所来电话说赵国群在看守所自杀了。我知道了。雷队，情况怎么样？这个翠儿上个星期就死了。死了？嗯。怎么死的？据村民们讲，正扫着地呢，一头栽在地上就不行了，而且嘴唇还发黑。据说，是一个小个子的人一手给他操持的后事。个子不高，难看。会不会是郭少贵？很有可能。村民们还说，这个人曾经出现过村子里，每次来都是偷偷摸摸的。甚至有的村民们反映啊，这个翠儿的死会不会跟这个男人有关系？这些人也是，为什么不报警呢？据了解，这个翠儿多年以来身体就不好，而且你也知道，心肌梗死就是嘴唇发黑这个症状，所以村民们也就没纠结到这个问题上。村民们说，这个人是翠儿死以前来的，还是最近就在这儿？有提过，有的村民见过一个月之前这个男人就出现过村里，还开了一辆银灰色的越野车。哎，村长，你好，村长你好。打听到了，他住在马寡妇家，就是村子北头，门前有个老槐树。一个男的住在一寡妇家，这多不合适啊！谁说不是呢？现在村里边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光剩下老头和老太太，谁还管这闲事？好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村长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挺大的啊，在城里有个吴瑶琴，在这儿还勾引了个马寡妇。这翠儿啊，要是真是让他给毒死的，那才叫想不到呢。哎，雷队，你说为啥呢？会不会这翠儿知道了他啥事，做一个灭口啊？我都看清楚了，车在里面。走，走。
吴瑶琴，说吧，吴瑶琴，人呢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呀、啊？还能有谁？郭超贵走了，昨晚都走了。胡说，车还在底下呢。车坏了，还没顾得上修呢。去哪儿了？回南石了。几点走的？11点前后吧。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大巴了，他没车怎么走？熟人狗子开货车去南石运石棉，顺道捎上他。干什么去了？不知道。怎么跟他联系？联系不上，他不用手机，有什么事儿他会打给我的。不要紧，我们为什么找你和郭少贵，你心里应该很明白，对不对？我可没工夫给你在这兜圈子啊，你最好一五一十的把你所知道的，还有郭少贵干的事儿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，你给我说清楚。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，你要再这个样子，你保护不了自己，你也救不了他，你听明白没有？我问你，吕耿把螺丝刀给了郭少贵，是不是郭少贵捅了薛峰？没有，没有这样的事儿。吕耿是把螺丝刀给了超贵，但是超贵没有捅薛老板，是薛老板自己扎到自己身上的。超贵只是递了一下螺丝刀而已。谁信？超贵是这样给我说的，他从来都不会骗我的。你们俩谁骗谁还不知道？吕耿是个店主，郭超贵是个民警，吕耿让郭超贵把螺丝刀给薛峰，他就给了。那薛老板是看守所的重犯，这个情况他能不知道吗？超贵是因为我才向吕耿借的钱，因为太多了没有办法还，所以才帮吕耿的忙。你一天穿金戴银的，就是你一步一步地把他逼到这儿。我知道超贵借钱是为了我，我男人天天动手打我，好几次都把我打骨折了，我查出有乳腺癌，后来做了手术，又发现骨转移，先放疗有化疗，我哪有钱治病？我的钱都让周丽拿去买毒品了。是超贵为了我问吕耿借的钱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有婚外情的？没有没有，这个绝对没有。没有，他给你付那么多医药费，他有病了。这我一时半会儿跟您说不清楚，但是我们两个真的是干干净净的。吴瑶琴啊，你可真会忽悠啊！你的意思，郭超贵没有捅薛老板，你们俩没有婚外情，你们俩干干净净的跑什么呀？超贵他怕呀，他在看守所出这种事儿，他也知道薛老板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只有找到了吕耿，让吕耿出来给他作证，说螺丝刀是吕耿给他的，谁知道吕耿跑得比他还早，这下他吓坏了，他心想这是要坐牢，没办法，家到时候都保不住了，他这个公安世家也完蛋了，这下他才跑的。那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向组织交代呢？能说清楚吗？他本身在单位印象就不好，还背了不少处分，谁信他呢？他心想他先去找吕耿，找到了吕耿，查清楚吕耿背后的老板，能够将功赎罪。
我知道这事是因我而起，我就给他说，干脆我和你一起跑。所以你们俩才东躲西藏的，跟我们打游击是吧？吴耀琴，吴耀琴，你可真厉害，开个发廊都委屈你，你应该当个算命先生，当个跳大绳的神婆才合适。你把死人都能说成活人，绕来绕去的，就是说你们俩没犯什么大事，对不对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胡说，我全身都是癌细胞，已经活不长了。超贵他真的是好人，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好人。好人？好人能扔下老婆孩子跟你勾搭到一块儿？我们两个没有勾搭，全是人家胡说的。你们两个是不是天天在一块儿？没有，这个真的没有。我们两个真的没有住一间房。我和马寡妇一间房，他一间房。不信你可以问马寡妇呀。超贵，他是我的大恩人。